这个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上衣的编号03241，两个颜色。对，这个的话有两个颜色，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话配裙子也很美。然后像配西裤的话一定都可以，因为西裤的话就是超级百搭。对，然后还有白色，然后这件的材质很特别，它就是有一点，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凉感的雪纺布料，然后它领子的地方它是做有点那种棉的材质，所以它是其实有点那种拼接材质的感觉，就是这里是棉的材质，然后这里有点凉感的雪纺的那种材质，还蛮薄的。我觉得这件也很好看，就是它是还蛮基本款，基本款这边是做那种拼接材质，然后但是它又是很就是穿起来很，我觉得还蛮时髦的那种，像这样子我觉得也超美的。像这样配裙子也可以，对，它是比较有一点设计感的，就不会说太无聊。像这样我觉得也超美的，这样很好看，很仙气。然后像我这样就可以直接上班，我觉得穿裙子的话就比较仙气。对，仙气。对，西裤的话就稍微干练一点。